群众高举旗帜，不断的挥舞摇曳着。县员简志胜表示，当选民代以来始终如一，民众的心声就是自己的责任与使命。他会更加努力，继续为民众扶植把关，也希望乡亲共同支持。啊，看到咱真济真济真济吼，咱这乡亲时代吼，啊来给我加油、甲支持吼，啊非常的欢喜。啊，上还阁有真济工课还阁做吼，咱的地方阁真济工课还阁拍拼。大家对我的信任和疼痛吼，今日阿成拢看到咱坐这个乡亲时代的支持和照顾吼，我会更加认真来为咱乡亲拍拼。啊，拜托大家吼，继续给我支持，啊，让咱草屯、中寮咱这乡亲时代会能得到上好的福利，争取更加大的建设来回报到咱各乡亲时代。议长何胜峰、县员曾正衍、政民代表及里长等贵宾也亲临现场，肯定检议员温正认真服务勤快，相当具有亲和力。尤其对于乡亲的请托，总是亲力亲为，希望大家支持他连任，继续服务乡亲。咱甘肃省大基的第二会用表现可圈可点，亲和力真接地气，真得真好。在我的议会，伊也讲二名，无人敢讲第一名，就这种破卡社。但无等我甲过得去，这边的票吼，一定要票数过超过一万票，咱大基的吼，伊的工作能力，甲伊的为人处事，真正受到大家的肯定甲认同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来甲全力甲支持。现场涌入相当多的支持者。三角里长陈松茂表示，简志胜议员具丰富问政经验，秉持一颗热情的心，诚恳为民服务。尤其是虎山路及先生路的淹水问题，也在议员努力下一一解决。希望民众支持会做事的人。不但把咱的甘马高楼拢全新的，予咱行到真舒适。过去虎山路以及新生路，每一届做风台。水就是淹起来，咱阿生啊，阿咧真认真去走动，真拍拼，就透过所有的关系啊，透早甲暗时啊关心以外，咧时间的时啊，拢甲现场去干工，咱这问题拢都解决啦，咱是不是感谢者？现场动算及掌声如雷，县员简志胜再三感谢乡亲多年来的支持及力挺，也感谢所有乡亲的栽培，希望11月26日化支持为选票，再度给予他服务群众的机会。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。